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我是惠子，这是我妈妈。然后呢，我们是参加了由 Garth 老师跟 Stella 在清迈主办的瑜伽旅修的活动。然后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，然后我们很想推荐给你们。太棒了！这次瑜伽旅修让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呢？首先我觉得在体式上面，其实我们两个都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，但是更大的一个收获，我觉得是内心得到一种疗愈，然后心灵得到净化，而且 Garth 老师的一个跨年的特别的一个体验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太棒了！下次我们还组织类似的瑜伽旅修课程，你们会再参加吗？和妈妈一起来？绝对会，我绝对会参加。太棒了！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再次见到 Garth 老师，还有见到 Stella， 还有希望可以你们也参加哦。耶、yeah, ，Thank you。